接觸南美洲呢個地方係喺2003年嘅時候第一次代表香港去比賽，嗰一年係香港第一次派隊去參加世錦賽。第一次冇爹哋媽咪跟住喺身邊，孭住背囊就跟教練出發啦。坐咗兩日飛機，終於到達南美洲嘅委內瑞拉。見到當地嘅居民唔係好富裕，但係生活得好開心。第一次係參加咁大型嘅比賽，都係抱住學習嘅心，識到好多嚟自唔同地方嘅朋友。好中意南美嘅文化，所以就學咗3个月嘅西班牙文。希望遲啲有機會再去啦。